11月17日，林志玲与 Akira 举办了盛大的婚礼。小 S 于11月18日在微博发文祝福林志玲，称志玲要永远幸福哦，好好跟先生享受二人世界，演艺圈不是很重要的。不少粉丝评论道，祝福志玲姐姐，小 S 也要开心快乐做自己，可爱又美丽的女人们都要幸福哟。小 S 向来以泼辣著称，她主持的节目总是特别放得开，每次说出来的话也总是能够让人捧腹大笑，充满了综艺效果，所以她是主持界的天后，这个地位无可撼动。在事业方面这么成功，她在家庭方面也非常有一手。如今已经40加岁数的小 S 不仅在事业上更加的努力，在身材的保养上也是相当的厉害了。如今孩子都已长大，小 S 却像没生过孩子的姐姐一样，小 S 保养得非常好，子女成群，自己还依旧貌美如花，也是很令人羡慕的。希望小 S 未来可以越来越好吧。